第六十届金马奖最佳摄影。大家加速！于静平，真心的一天。巧步定位，挥洒光影，在寻常中挑拨暗流涌动。资深摄影指导于静平，继以《少年的你》于香港电影金像奖创下纪录后，今年也以《真心的一天》成为首位获得金马奖最佳摄影的女性摄影师。恭喜得奖人于静平摄影师。